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错过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欢迎收看由乔点出品的《主播真会玩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ss，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Miss 的微博、Miss 的微信以及 Miss 的直播哟。主播真会玩每周五更新，我在这里等你们来录我的素材。我们下路已经崩盘了。哎，我怎么没过到？哦，哎，我按错了，其实。知道我动土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？朋友们，给你们科普一下，看到动就忍不住钻。哎，后面，哎。好 ，nice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先打一拳，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遍。操！我他妈跑死我妈的满分，他那个二段 Q 又被打断了，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？他第一个二段有回击，开战吧！哎、啊！我的大鼎早已饥渴难耐了。这种事啊，你怎么走掉的？我操，我也不知道啊！我靠，这都活下来了！我的天哪，人生大起大落，我的天！你如果会唱歌的话，这嗓音好听。我会唱歌呀，要不要来一波？宁愿把拥有变做失。K。疲倦的双眼带着黑梦。哇，是你的妈耶！可以吧？我就一小段，我不想给你们听。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。脏，萌萌的我就被这样套路了。本世纪最恐怖的生物，没死过！我操，你以为自己操作很好？哈，想杀我，死谁啦？谁死啦？压死啊你！滚蛋！真的是个智障，喜欢来了我们也能打。我真的是个智障，是的。啊，你干？气死这个上上，让我们，点，看谁先投。点了，已经投了。谁投啊？是谁投啊？他们投吧。我操！别告诉我们扣分。哇！输了。有点开心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算了。
哇操，脸有点疼，肿了感觉。来兄弟，这边开团了。好，我在你身后。重新往回。好的。钢板日穿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杰斯这个英雄有一个最屌的东西。这英雄不叫杰斯吗？对啊。这英雄不是叫帅吗？这英雄不是叫帅吗？嘿嘿，算了，不在直播面前动粗。乖乖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每空一炮做五个下蹲。我这一把游戏每空一炮我做五个下蹲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把我不可能再空一炮了。对，我从这把我现在知道怎么打了，我现在绝对不可能再空一炮，想想办法干他一炮。他闪现了，这个不算吧？他闪现了，这个不算吧？他不闪现，我必杀他，必中的这一炮，这炮算吗？我说的炮是那个加强咒的炮，这种普通炮可以空，怎么样？讲个规矩，先把规矩说好。这种，这种炮可以空，好不好？炮空了吗？空得很他妈离谱，操！哎，这炮空了，十五个。啊，我知道。可以的，潘三，二十个。你可以。好，坐坐坐坐坐，二十五个，坐坐坐坐坐。数着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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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nly 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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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exy 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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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 ，Only 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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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exy 咪。二十，还有最后五个，宝贝，加油，宝贝。哎呀，好的，二十，好的，二十，好的。二十多个下蹲，完全对我没有任何的感觉。做二百五十个，差不多会有一点点感觉。还在日复一日秀战斗力，少年你已经 out 了。快来下载六六 APP， 即可查询狂拽酷炫英雄所属段位，点击查询最强上分英雄，晋级剩余成场一目了然，给你最公正的段位判定。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的 APP， 快来各大手机市场搜索下载六六吧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打排位被坑啦。小贱贱，我做梦都想跟我的偶像骚猪合一张照。你能满足我的愿望吗？我每天都为你的文章点赞哦。当然可以。需要跟你喜欢的主播一起来个合影吗？
快关注企鹅李健情人节专属活动，承包你最爱的主播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长歌，又到了主播真会玩的互动环节。首先是来自 B 站的西柚真平，长歌，孩子我会好好养大，你放心做视频吧。视频长歌当然会好好做的，但是我不确定孩子是不是我的，毕竟我又不姓王。接下来是来自微博的帅帅的猪贝，你们收起小点的搞笑视频吗？只要是主播的搞笑视频我们都收的，奈何起小点的素材经常达不到标准，所以被我们素材君扣下了。嗨呀，不说还好，一说就想起素材君为此扣了不少工资呢，好气呀。最后是来自优酷的小花12138，为什么播放量不及盗版，举报啊。那些盗版视频的播放量都是假的啦，这些行为我们也无法阻止，只能再次呼吁大家提高警惕。我们不卖 Q 币，不卖皮肤，也没有 CDK，不要上当受骗哦。可是长歌老师，我们有卖 T 恤和周边啊，小编不要多嘴。大家来支持我们淘宝店的时候，请搜索3491952，谨防上当。我会做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就是一个我自己的卡通形象，就像是这种，我看一下，来一个笔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个笔啊，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头，很可爱的一个头。然后这里是一个什么弹簧之类的，就是左摇右摆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设计的很高大上，很漂亮。然后底下是一个圆座，然后它就这个东西就可以放在你的桌子旁边，就可以放在你的，比如说你的电脑显示器旁边，或者你家里的什么地方。然后你从这里轻轻地敲一下它的头，它就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，比如说什么么么哒，比如说什么小轩赞不赞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关于我的一些话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所有做出来的东西买不到，然后呢，只能通过直播抽奖的方式送给你们，你们要吗？你们都不要吗？你们都不喜欢吗？他们都说不要啊。他们觉得我画的太难看了，是不是？啊。